每周的某个特别的晚上，小熊总是能闻到家中飘散出来的香气，那是妈妈正在炖一锅美味的红烧肉。妈妈深知红烧肉的香浓味美，对小孩来说是最受欢迎的家常菜之一。为了在繁忙的生活中保持对小熊的呵护，妈妈引进了一个智能工具咕噜火自动关。每次炖红烧肉，她只需将猪肉块、调味料和各种香料放入锅中，然后设定好咕噜火的炖煮时间和火力。妈妈转开旋钮后，咕噜火自动关开始工作。它确保红烧肉能够在最佳的炖制时间内保持汤汁浓郁，肉质鲜嫩。而最贴心的是，它能自动关闭炉火，无需妈妈守在炉前，让它有更多时间陪伴小熊。当红烧肉的香气弥漫整个家时，小熊总是充满期待地跑到厨房，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晚餐的到来。他知道，这是妈妈用心制作的温暖家常味，充满了爱与关怀，这成为了小熊美好的回忆之一。妈妈也因为咕噜火自动关的便利而更加轻松愉快地为家人烹饪，让家中充满了幸福的味道。